什么是人海战术？没错，这才是真正的人海战术。神灵法师一技能，狂战十二技能，再加上幻影法杖、亡灵法杖，这感觉是不是让 BOSS 们透心凉、心飞扬啊？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来句非常非常有趣，而且非常有逼近恐惧的感觉。来来来，咱们直接开始，让这个雪山大王听什么叫做人海战术。关门，直接放小怪。哎呦，这么多围上去，把那个雪山大王围得找都找不住啊！哎，这个雪山大王哪里去了？我怎么看不到了啊？哦，在这里他跳了过来，但是跳过来有啥子用啊？我们的小怪又围了上来，把他怪围的真的是水泄不通啊！兄弟们继续加油，继续召唤哈，争取把他怪围殴致死，让他怪今天首先来填一下什么叫做人海战术。要完了，要完了！哎呀，直接把他给围殴致死了，太凶残了！好了，兄弟们，刚才太残暴了，接下来咱们继续召唤。刚才那个雪神大王的血量不多，那接下来就来整一个这个血量比较多的 BOSS 吧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水晶巨蟹了。好了，来来来，直接开始打吧，小怪们直接集合开始攻击我们的水晶巨蟹。手上有什么武器就给我打他，有什么能力就给我施展出来，不要畏惧妖王，之前他血量再厚也禁不住我们的群殴。人海战术在这个关卡当中绝对是无敌的存在啊，太强大了，又给秒掉了。经过两个 BOSS 人海战术的洗礼，接下来我们就来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 BOSS。 不过你再强大也强不过我们的人海战术。来吧，小可爱大史莱姆，今天就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人海战术。虽然说你的闪电量非常充足，而且范围非常广，但是在我们这个群殴的面前，也就是人海战术的面前，你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兄弟们集合来自光的力量，咱们直接把它给灭了，或者说直接秒了。小小人类竟敢以多欺少，看我发射出的散弹不把你们灭了才怪。哎呀哎呀，咋被你们给灭了啊，可恶，太可恶了，一个字，绝。好了，趁今天咱们实力非常强大，后援部队非常充足的人海战术，那接下来我就要报我们的幽灵王之仇了，就是你滚了，平时很嚣张，今天就要把你打得落花流水，屁滚尿流了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你滚平时非常的喜欢躲是吧？今天我看我的人海战术在此，你滚还能往哪里躲？你从哪里出来就给我回到哪里去吧。好嘞，他消失了，没关系，找他，等他出来之后咱们直接群殴上去，打得落花流水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小小幽灵王躲了这么就竟敢在上方出现，还敢发射散弹，兄弟们直接围殴他，围殴他，用箭射他，又消失了。好了，原地出现，兄弟们直接干他，干他，不要让他还手，打的那个落流水，直接在这里秒了吧。哎，爽歪歪呀，你过来啊。好了，兄弟们前面打得那个顺利，那么流畅，这人海战术真的是太强大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咱们就来驾驭一下飞龙幼崽，感觉如何啊？好了，兄弟们，人海战术直接围殴上去哈，留活的，留活的，别把他打死了。待会儿我们怎么驾驭他嘛？不过说实话哈，这种感觉玩起来真是 CPU 有点着不住啊。就那人海战术也是没能控制住啊，直接把这两条飞龙给群殴致死了，太强大了，太凶残了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人海战术啊！